是有一定的磅数，它是针织裙，但它不是毛裙，没有任何的毛呢感觉，所以呢它不是那种很热的裙子，加上它长度没有说很长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不热。再来就是它的弹力咯，它的弹力是非常之好的，所以一样是 SM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。这样子的针织裙呢，能够微小包又不紧又不挤肉的裙真的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呢你会发现妞儿穿起来身材非常的姣好，它是可高可低，看你自己的身高，但我刚好穿在一个肚脐上一点点，然后加一个短裙靴，你看多好看。那有一些韩风女生喜欢这样把它当成是小仔裙穿在里面，如果你今天不想穿外套了，我是小上班族或者是像我们一般的小帮手啊，他们上班其实都蛮常这样穿的。它的间距做得非常的棒，然后磅数非常的够，这样子的 look 就是一般女生跟妞儿都很爱的。好，这样就是一个偏比较休闲式的女孩。这裙子啊不一定要穿知性美，它呢平常我带孩子出去也是就是那种半休闲的感觉。